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实验性水墨画的品质与表现。我们继续介绍吴冠中的水墨艺术。在这一节中，我们分析吴冠中水墨绘画的形式语言方法。大家要知道，创作出好作品，需要的是精神状态、心理状态和一个专注的信念。画一个东西时，要想到怎么画，用什么方法画，怎么去造型，怎么去表现，用什么形式，用什么语言，还要想到为什么要画。我画这个东西时，对我很重要吗？是什么东西感动了我？我被什么力量推动着？我们用吴冠中的作品来做解释。怎么画的问题，就是形式与语言的方法。我们知道，吴冠中用点线面作为绘画形式，以水墨作为语言。为什么要画的问题？我们知道，吴冠中特别说到情思、感情，这就是内心的力量，也是精神的力量。是这种力量，使形式与语言产生了视觉强度，产生了绘画的生命。下面，我们用吴冠中的方法做个示范练习。这是一块重色的墨。也是一个面，这是几个墨块，它画的是屋顶。再来看看，它用淡墨画的前面的水岸。这个呢都是面，他说的点心面的面。我们再看他用线来画远山。房子的窗子，还有石阶小路，还有前面的水。细小的线，台阶，窗口。窗口上是点，后边再画。
再看到用淡墨画远山，我再开它用点，用点画的是窗口和山上的树，还有水岸边的石头。先看远山的点，这点或者说是山上的石头，也可能是山上的树。点也有大小，有空间。水岸边的石头，也是一些点。这个墨色比这要略微重一些。前面也有线，这些线画前面的水。用水的，用线来表现前面的水。它也有几颗石头，也可以勾了几根线。好，我们再看它用点，用点的这个形象来画窗口。这是用重墨，这是一个窗口。远处的窗口，这个方的窗口，好，我们可以体验吴冠中这幅风景，他用了几种语言。用深墨色的块面，淡墨色的块面，深墨色的块面表现屋顶，淡墨色的块面表现水岸，用线画远山，前面的水，用点画窗户和远山上的石头和树。吴冠中这幅作品还用到了三种颜色，红黄绿，这三种颜色它不表现任何东西，而是为了使这样一个水墨的效果更加明亮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用了黄色，看看黄色它点到这个地方，点到这个地方，点到这个地方。红黄绿是吴冠中最喜欢用的三种颜色。
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，这个胡色点也可能是一个人正在走向那个房间。现在这幅作品的这种示意就完成了。下面我们再体验吴冠中作品的第二种方法。吴冠中作品的抽象形式是以点、线、面作为元素构成画面形式，再以红、黄、蓝三色对比墨色，增强视觉效果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抽象的作品，画面结构、空间最重要。没有这种结构，画面就失去了力量，失去了美感。我们以吴冠中这幅作品为例进行体验。这幅作品的结构是一种有旋律的曲线，像音乐一样，有时快，有时慢，有时激扬，有时舒缓。墨的点和色彩的点的分布要有空间观念。我们来看，它是这样的一些线条，它多用的是曲线，就像我们说了，像音乐一样的曲线。这是它的线的结构。我们再看看它的墨点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它的墨点和色点是依照空间的观念，空间的观念。它也有洒上的点，还有一些淡墨色的线。我们再看它的色彩、颜色，点是要有空间的。最后我们再看它的黄色，好，这就是这幅作品的一次体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